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меня зовут Александр Горбунов. 你好，我叫 Alexander Горбунов。今天我将向您展示一栋美丽的乡间别墅，周围环绕着弗拉基米尔 （Vladimir） 地区 Kisak 区的大片森林。房屋地址：弗拉基米尔地区谢尔扎斯基区 （Red Ogorod 村）达克纳亚街。房屋9，距莫斯科和莫斯科限制区以东仅80公里。出售面积为250平方米的两层新房屋，墙体材料直径为260至280毫米的原木。房屋墙壁和地板的必要收缩是在坚固的混凝土基础上进行的，没有损失，并保证了新主人的舒适和愉快。在一楼有一个带全景玻璃的大入口大厅，一间宽敞的厨房，一间餐厅和一间带壁炉的客厅，可通往冬季花园、宾客卧室或书房，独立的浴室和炉子。在二楼，大厅和三间卧室，在主卧室有一个更衣室，可通往俯瞰森林的凉廊。将电力带入房屋，将暖气离婚，并准备好安装暖气锅炉的地方，在15千瓦的三相电力屏蔽层上。您可以安装电锅炉并使用大量电器，排水和下水道是在两段式一流混凝土化粪池中进行的。窗户上有两式双层玻璃 Reha 金属砖的屋顶保护房屋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。西式电器开关和插座后，仅需安装带有天花板的装饰地板，并以您喜欢的颜色对墙壁进行涂漆，或仅用清漆覆盖即可。该地块被围起来并被开发，土壤主要由沙子组成，因此在雨季或雪融化时，水不会留在原地。邻居仅在两侧，该站点之后是一片巨大的森林。距场地背面大门仅50米处，有一个小而舒适的池塘。距房屋仅3公里处，有一个大的人工湖，其底部为沙质，这是由于从实际上发达的沙坑中提取沙子而出现的。全年都有柏油路直达现场，没有专项捐款。该地块属于村庄，它是个人住房建设的对象，拥有连锁商店、医疗和教育机构的城市基础设施位于 Electroboros、Orahovo、Suevo 和 Kisak 等城市，相距20公里，公交和小巴定期行驶。公交车站位于离房屋6公里的地方，在转弯处到达大混凝土环。自2011年以来，土地和房屋均为私人所有，文件已准备好进行交易。不要为明天推迟您的生活，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我很乐意向您展示这座房子。Звоните мне уже сегодня, я с радостью покажу вам этот дом.